一年一度的宗教圣事，大家妈祖廖敬进香活动，八号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等副驾进入彰化县，县长王惠美亲临接驾，现场有真济民众软桥卡求平安，经济发发发。啊，今仔是咱大家妈吼入到咱彰化的这个啊大日子哦，咱这个警察局跟相关的这个乡亲哦拢准备好啊。啊，包括咱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动线，以及呢，啊，咱的真侪乡亲足热情的传了足侪物啊，吼，要让咱在乡客吼，啊，伫咱彰化啊，好啊来休息，好啊来吃好饱吼，搁继续因的这个行程哦，大家共同吼来祈福。啊，我相信呢，咱的国家绝对会搁台面安风调雨顺吼，官运昌隆，咱的乡亲哦，大家呢拢会经济旺旺旺，搁发发发。今年大甲妈祖廖敬进香活动总共是九天八暝。全程大约有300多公里，县府呼吁民众尽量卖放炮啊，使用环保炮啊的声音，省钱搁环保，鼓励信众除了烧妈祖以外，嘛爱烧资源回收，烧粪扫减量，落实资源回收、粪扫减量，青的甲色的粪分类工课。公益频道起色枪，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